哎，大家好，这是 Shinix 为大家带来《Kingdom Fall 2》的游戏视频。哎，这期呢，大家看的这个画质啊，可能是比之前要稍微的差些。这是因为我目前呢是就是录像的设置，我实际上是调成了一个直播设置。我主要是想去测试一下，就是我能把我的 CPU 给推到多高。目前呢是40%，但是感觉上感觉好奇怪啊！我实际上在录这期之前，我是实际上是也是做了一个测试。我当时 CPU 的编码是，它好像是设置有一个慢，好还有一个最慢，那个最慢我就不考虑了。但是我调慢的时候呢，是直接就是到了将近90%，虽然说还没有说提示我说是哎就是编码过高还是什么，就是有时它会报警啊。还没有提示，但是我觉得我在 solo 要是说都那么高的话，可能到时候直接进入联机的话，可能会有时候会，比如说，哎，队友的一些，不能说是法术效果，这个能说什么？总之就是一些，比如说 demo 它的一些爆炸，或者说是一些，包括我自己的，就是上面说它的一个冰冻手雷，我猜可能是都会让占用率会更高，所以说我是觉得。把这个90可能是有点危险，我现在调成中，但是这个差的有点太多了，不太清楚现在还是40%啊，反正有点我是不是太能的理解，不过也就这个样子了，无所谓。这样呢，就是由于是测试，我直接是选了一个四轮，不会打特别长，我估计就是直接是把这个打就是。打过去，看一看中间会不会出现一些偶尔的一些卡顿，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意外情况。要是没有的话，我估计是这个设定就是可以了。这样加个血，然后在哪里防守？平常的话，可能我觉得 Sharpshooter 在这个门有点危险啊。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危险，我觉得我们试一下吧。平常的话，有时候我喜欢站在就是人少的时候，可能是一个人站在那边去防守。然后这个门上，我觉得像是我说这危险，就主要是怕这个。哇，这个有点太危险了。我目前的这个武器是，我觉得还是不好。我的武器好像普通攻击应该是没有问题啊，但是这个是大怪。好像刚才是 Siren，我蹲的时候好像打头打一枪都没法爆头爆掉，其实还是有点武器应该是攻击不足。普通小怪我应该是用这个打是没有问题的，没有。没有必要都是去爆头，因为我武器攻击力是够的，打身体是可以直接打死。这个应该是不够了吧？这个需要爆头啊。1400多块钱，我能捡一把免费的武器吗？这附近哪里会有可能有免费的武器捡？没有看见楼上的那个地方可能有时候会有，但是我不去了，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。我觉得40发子弹应该够用吧，好像是够用了。我就大概站在这个地方去进行防守。哎，还好是运气不错，这边刷了个弹药。主要是这关应该到时候会，就是现在应该是会出大怪了，只是那种特别大的怪，所以说
我要是没有 Real Gun 的话，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自信。不过雷倒是不知不觉中获得了五颗雷啊。听见了蚂蚁的声音在哪里？在这边。果然有蚂蚁。这个有点失控，那边还有 stalker。stalker 我怎么感觉他跳的了 ？stalker 人呢？这些怪他老是在这些围栏上乱跳，我是非常非常的不爽。哎，枪换错了。还有吗？一个很沉重的脚步是 Squeak。我觉得我单人 solo 的话 ，Squeak 应该没有太多的血吧，可以直接一枪爆头啊。那个 Flash 胖的直接怒了，是有点不太清楚。我的理解是你要是看不见他的话，他应该不会怒啊。那边地上有东西吗？刚我在那边好像看了有个东西似的，可以把这个打坏。You own the money. Now spend it. 楼底儿我也是很少来，不太清楚这能跳下去吗？ I'm about to shut the pod. 啊，不太好，我直接跳来了，因为我是不想在室内作战，这应该是捡不了了吧？ Pod closed. Go make a difference. 有一个弹药。我觉得我可能就站在这个地方防守了。还有吗？还有一个。你们好，还有一把枪啊。其实这个地点也是有点不是特别的理想。四面八方都会来人。我看见了一个影子。地面不平的话，这些怪乱跳真的是有点受不了，很难去瞄准。还没有大怪吗？刚才没有大怪的，这个天哪！怎么又怒了？不要再跳了好不好？你这么跳完全是很奇怪。可以看人是跳不过去的，这个怪儿在跳的时候，我觉得主要是他动作很奇怪。要说做的自然一点，我可能还是能理解，但是真的是有点非常非常的奇怪。
这边怎么直接是让我再从外面飞过去吗？I'll never eat black pudding again. There are Zeds on the scope. Must close the pod very soon. 这样弹药买满，雷买满，这武器我觉得先买些备用武器啊。大概这么一个样子。然后呢，我是个人喜欢买一把枪，然后其他的枪好像是买不了了，那就无所谓了。总之呢，我是买一把子弹多的枪。刚才我没想到是有1300多的，我应该是买 Commando 那个 LMG 可能会效果更好些。这个有点可怕。哇，这炸到我了，天哪。不要吓我好不好。好，是怪离开了，好吧。离开的话，先捡个弹药。还有人吗？那边还有个弹药啊。我们觉得他从那边跳下来，然后这么跑过来了，好像是。人呢？就没有办法了，比较可惜，没有打死。还有吗？加个血。好像又加血去了。哇，我是怎么走不动呢？在那边。你打不到吧？哇，快跑！这样单人搜的话呢，还是毕竟是怪物，等于是它的动作应该是会比较能控制，等于是能利用一些它的 AI， 等于是我感觉上会比有时候是比多人要容易一些，而且我这边打的也是 hard， 并不是特别难。不过我也是用杀不出这用的不是特别的好啊，所以说也不敢打太高的等级，而且我这边也是我自身的等级也是不太够。不过这期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测试一下我目前的，就是我这个设置，目前感觉上应该是也没有卡什么的，我估计就大概这么个样子了，也是相当的喜欢，我们之后其他视频见，拜拜。